送你一匹马。梦里不知身是客。提笔的此刻是1983年的开始。0时27分。我坐在自己的书桌前，想一个愿望。并不是新年才有新希望。那是小学生过新年时，作文老师必给的题目。过年不写一年的计划。那样总觉得好似该说的话没有说。一年一次的功课。反复的写，成了惯性。人便这么长大了，倒也是好容易的事情。作文簿上的人生，甲乙丙丁都不要太认真。如果今年立的志向微小而真诚，老师批个丙。明年的本子上还有机会立志做医生或科学家。那个甲，总也还是会来的。许多年的作文簿上，立的志向大半为了讨好老师。这当然是欺人，却没有法子自欺。其实，一生的兴趣极多极广。真正细算起来，总也还是读书又读书。当年逃学也不是为了别的，逃学为了是去读书。下雨天，躲在坟地里啃食课外书。受冻，说谎的难堪和煎熬记忆犹新。那份痴迷，至今却没有法子回头。我的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《十二楼》《会真记》《孽海花》《大戏考》《儒林外史》《金谷奇观》《儿女英雄传》《青红帮演义》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都是那时候刻下的相思。求了一个印章，叫做不悔。红红的印泥盖下去，提起手来，就有那么两个不悔。好字触目，却不惊心。我喜欢将读书当作永远的追求，甘心情愿将余生的岁月交给书本。如果因为看书隐居，而丧失了一般酬答的朋友，同时显得不通人情，失去了礼貌，那也无可奈何，而且不悔。愿意因此失去世间其他的娱乐和他人眼中的繁华，只因能力有限，时间不能再分给别的经营，只为了架上的书越来越多。我的所得，衣食住行上可以清淡，书本里不能谈节俭。我的分分秒秒吝于分给他人，却乐于花费在阅读。这是我的自私和浪费。而且没有解释，不但没有解释，甚且心安理得。我不刻意去读书，在这件事上其实也不可经营。书本里，我也不过是在游玩。书里去处多，一个大观园。到现在没有游尽，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地方要去。孔夫子所说的游于意那个游字，自小便懂了，但是老师却偏偏要说。工作时工作，游戏时游戏。这两件事情分开来对付。在我来说，就一样也不有趣。不能游的工作，做起来吃力，不能游的书本，也就不去了。常常念书念白字，也不肯放下书来去查查辞海。辞海并不是不翻，翻了却是看着好玩，并不是为了只查一个发音。那个不会念的字，意思如果真明白了，好书看在兴头上。割下了书去翻字典，气势变断，两者舍其一。当然放弃字典。好在平凡人读书是个人的享受。
也是个人的体验，并不因为念了白字祸国殃民。念书不为任何人，包括食谱在内。念书只为自己高兴。可是我也不是刻意去念书的。刻意的东西，就连风景都得寻寻切切。寻找的东西，往往一定找不到，却很累人。有时候，深夜入书，蓦然回首，咦，那人不是正在灯火阑珊处吗？并没有找什么人或什么东西，怎么已然躲在人的背后，好叫人一场惊喜。迷藏捉到这个地步，也不知捉的是谁，躲的又是谁。境由心生，境却不由书灭。黄粱一梦，窗外东方又大白。世上一日，书中千年。但觉天人合一，物我两忘，落花流水，天上人间。贾政要求《红楼梦》中的宝玉念正经书，这使宝玉这位自然人深以为苦。好在我的父亲不是贾政，自小以来书架上陈列的书籍，包括科学、神怪、社会伦理、宗教、爱情、武侠、侦探、推理、散文、手工、家事、魔术、化学、天文、地理、新诗、古词、园艺、美术、汉乐、笑话、哲学、童谣、剧本、杂文，真个精物八极，心游万仞。在我看来，好书就是好书，形式不是问题。自然有人会说这太杂了。这一说，使我联想到一个故事。两道学先生议论不合，各自差真道学，而互抵为假，久之不绝，乃共请正于孔子。孔子下阶，鞠躬致敬而言曰：吾道甚大，何必相同？二位先生真正道学，秋素所亲仰，岂有伪哉？两人大喜而退。弟子曰：夫子何愚之甚也？孔子曰：此被人哄得他去够了，惹他甚么？读尽天下才子书，是人生极大的赏心乐事。在我而言，才子的定义不能只框在纯文学这三个字里面。图书馆当然也是去的，昂贵的书、绝版的书，往往也已经采开架势，随人取阅，只是不能借出。去的图书馆是文化大学校内的，每当站在冷门书籍架前翻书观书，身边悄然又来一个不识同好，彼此相视一笑，心照不宣，亦是生活中淡淡的欣喜。去馆内非到不得已不先翻资料卡，缓缓走过城墙也是的书架，但觉风过群山，花飞满天，内心安宁明静却又饱满。要的书不一定找得到，北宋仁宗时代一本玉历宝钞就不知藏在哪一个架子上，叫人好找。找来找去，这一本不来，偏遇另一本，冬鱼桑榆之间，又是一乐也。馆里设了阅览室，放了桌子椅子，是请人正襟危坐的。想来读书人当有的姿势该如是，规规矩矩。这种样子看书，人和书就有了姿势上的规定。规定是我们一生都离不开的两个字，并不吓人。可惜斜靠着看书，趴在地上看书，
躺在床上看书，坐在树下看书，边吃东西边看书的乐趣在图书馆内都不能达到了。我爱音乐，却不爱去听音乐会，大半也是这个理由。图书馆其实已经够好了，不能要求再多。只因我自己的个性最怕生硬，严肃和日光灯，更喜深夜看书。如果静坐书馆，自备小台灯，自带茶具，博览群书过一生，也算是个好收场了。心里那个敲个不停的人情、使命、时间和责任并没有释放我。人的一生为这个人活，又为那个人活。什么时候可以为自己的兴趣活一次？什么时候？难道要等死了才行吗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我就不太向人借书回家。借的书是来宾，唯恐招待不周，看来看去就是一本纸，小心翼翼翻完它，仍是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不能入画境。也不喜欢人向我借书，美的好书一次购买十本，有求借者赠书一本，宾主欢喜。我的书和牙刷都不出借，实在强求给人牙刷。人说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，偏要二分。其实行路时更可兼读书。候机室里看一本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《时光飞逝》。再回来说图书馆，知道于大刚先生藏书是在文化大学戏剧系国剧组的书馆里。初次去，发觉《红楼梦》类书籍旁边放的居然是于先生骨灰一盒，岑然心惊，默立良久，这才开柜取书。那一次再看脂砚斋批的《红楼》，首页发现是脂先生赠书大纲先生时写的话，墨迹尚极清楚，而两人都已离世。这种心情之下遇到书，又有书本之外的沧桑在心底丝丝的升上来。大纲先生事后赠书不能外借，戏剧系守得紧，要是我的也是那个手法。大纲先生的骨灰最先手书好，看书有时只进入里面的世界去游玩一百一千场也是不够的。古人那么说，自己不一定完全没有意见，万一真正绝妙好文，又哪里忍得住不去赞叹。这种时候偏偏手痒，定要给书上批注批注。如果是在图书馆里，自然不能在书上乱写，看毕出来散步透气去时，每每心有余恨。属于自己的书便可以与作者自由说话，书本上可圈可点可删，又可在页上写出自己看法。有时说的痴迷，一本书成了三本书，有作者，有金圣叹，还有我的露苏。这种划破时空的神交，人只有请来灵魂交谈时可以相比。绝版书不一定只有古书，今人方深的诗集膜拜，大学时代有一本，翻破了，念脱了页，每天加来加去挤上学的公车，结果终于掉了。掉了事实上也没有关系，身外之物，来去也看因缘，心里没有掉已是大幸。1980年回国，又得方深再赠一本，他写了四个字，劫后之书。这一回将他影印了另一本，失而复得的喜悦还是可贵，
这一劫，16年已经无声无息的过去。又有一本手做的彩色纸做出来装给我的书，书还在，赠书的人听说也活着，却不知在哪里了。也自己动手做一本彩色的空白书，封面上写着我的童年。童年已经过去了，将逝去的年年月月一页一页在纸上用心去填满，十分安然而欣慰。还说不借书给人的，出国几年回来，藏书大半零落。我猜偷书的人就是家中已婚手足，他们喊冤枉，叫我逐家去搜。我去了，没有搜出什么属于自己的旧友，倒是顺手拎了几本不属于自己的书回来。这些手足监视不严，实在是很大的优点。入书神游，批书独白，却也又是感到不足。诗词的东西本身便有音乐性，每读人间词话，词人之舟，反复品赏之余，默记在心之外，又喜唐诗宋词新诗都拿出来诵读，以自己的声音将这份文字音节的美再活出它一次重新的生命。母亲只要我回家居住时，午夜梦回，总要起身来女儿卧室探视熄灯。这是她的慈心，是好奇心，也是习惯使然。脚步如猫，轻轻突然探头进来。常常吓得专心看书的人出声尖叫，没有怨言，怪他不先咳一声也好。那夜正在诵读一首长诗，并不朗声，母亲照例突袭，听见说话声，竟然自作聪明，以为女儿夜半私语是后花园偷定终身，吓得回身便逃，不敢入室。这一回轮到我，无意中吓退母亲，不亦快哉？其实读书并不急着生吞活剥，看任何东西总得消化了才再给自己补给。以前看金庸先生只看情是何物，直叫生死相许，后来倪匡先生训人说武侠也得细看过招，他的话有道理，应该虚心接受。一日看见书中主角一招白鹤掠翅，打翻对方，心里大喜，放下书本，慢打太极。演化到这一个动作，凝神一再练习，念书强身又娱乐，是意想不到的收益。金庸小说便能这般奇门幻术，谢谢。说到书本所起的化学作用，亦得看时看得看境遇。自小倒背如流的《长恨歌》，直到3年前偶尔想到里面后段的句子，这才顿然领悟，催下千行泪。读书多了，容颜自然改变。许多时候，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，不复记忆，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，在气质里，在谈吐上，在胸襟的无涯，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。常听人随口说，拓吾的白话写得顺口，天文天心丁亚民只是才情，却没有人平心静气地想一想，这一群文字工作者私底下念了多少多少本书，天下万事的成就都不是偶然。当然，读书之外，那份生来的敏锐和直觉却是天生的，强求不得，苦读亦不得。念书人在某种场合看上去木讷，
那是无可奈何。如果满座衣冠谈的尽是声色犬马升官发财，叫那个人如何酒逢知己千杯少？其实一般通俗小说里说的也不过是酒色财气，并不需要超尘。但是通俗之艳美，通俗之极深刻，饭局上能够品尝出味道来的，恐怕只是黏塔塔的鱼翅。看书，更说书。座谈会上没有人要听书，不可说。座谈会不能细讲警幻仙子和迷津，更不能提水浒传中红颜祸水。万一说说孤乳宁波车，亦为上师宝。西藏黑州佛灯之传播，听的人大概连叫人签名的书都砸上来打人去死。不可说，不可说，沉默是金，沉默看花一笑吧。书到无穷处，坐看云起时，好一轮红太阳破空而出，光芒四射，前途一片光明，彼岸便是此身。涅槃何处在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还是要说书，家中手足的孩子们便将我当作童话里的吹笛童子，任何游乐场幼稚不肯去，但愿追随小姑听故事。我们不讲公主王子去结婚，我们也不小妇人，也不苦儿寻母。每一个周末，小小的书房里开讲犹太民族的流浪，以色列复国，巴勒斯坦游击队，游击将希特勒，也有东北王张作霖，狗肉将军张宗昌，慈禧和光绪，唐明皇与杨贵妃，西安事变佟兆四小姐，宝玉黛玉薛宝钗沈三白云娘武松潘金莲。不怕孩子们去葬花，只怕他们连花是什么都不晓得。自然明白看书不能急躁，细细品味最是道理。问题是生而有涯，以百年之身面对中国的五千年，急不急人？更何况中国之外还有那么一个地球和宇宙。有一日，堂上跟莘莘学子们开讲《红楼梦》，才在游园呢，下课钟却已惊梦。休息时间，突然对第一二排的同学们冲出一句话来：要是三毛死了，当然是会死的，《红楼梦》请千万烧一本来，不要弄错了去烧纸钱。谈到身后事，交代的居然是这份不舍，真正不是明白人。宝玉失玉后变得迷迷糊糊，和尚送玉回来走了，过几日偏偏又来吵闹。宝玉听说和尚在外面吵，便要把玉还给和尚，说：我已有了心，还要这块玉做什么？失了玉，来了心。大梦初醒，那人却是归比大荒去也。那个玉字在上一行里写成了玉，错了没有？还是不要去翻字典，看看胡菊仁先生书中怎么讲《红楼梦》里的这个字，比较有趣。我为何还将这一方一方块的玉守得那么紧呢？书本又怎么叫它是玉呢？玉字怎么写的？到底是玉还是玉？不如叫它砖头好了，红砖也是好看的建材。书其实也是危险的东西，世上呆子大半跟书有点关系。在我们家的家谱里，就记着一个祖先，因为一生酷爱读书，不善经营，将好好的家道弄得七零八落，死了好多年了，谱里还在怪他。
那么重的砖头压在脑袋里，做人还能灵活吗？应该还是灵活的。砖头可以压死人，也可以盖摩天大楼，看人怎么去用了。过年了，本想寄一些书给朋友们，算作想念的表示。父亲说你千万不要那么好意。打麻将的人新年收到书不恨死你才怪。这个世界的色彩与可观，也在于每一个人对价值的看法和野心都大异其趣。有人爱输，有人怕输。一场人生，输赢之间变成了竞兽场。竞争不适合我的体质。那份食材喧哗叫人神经衰弱，而且要得胃溃疡。输不和人争，安安静静的。虽然书里也有争得死去活来的真生命，可是不是跟看书人争。也有这么一个朋友，世间唯一的一个，不常见面，甚而一年不见一次。不巧见了面，问候三两句，立即煮茶，巴山夜雨，开讲彼此别后读书心得，讲到唇焦舌烂，废餐忘饮，筋疲力尽，竟无半句私人生活。时间宝贵，只将语言交给书籍幻境，分手亦不敢再约相期。此种燃烧，一年一次，已是生命极限的透支。分手各自闭门读书，每有一会，巧得其书，一封现实信倾心相报。神交至此，人生无憾，所谓笑傲江湖也。走笔到现在，已是清晨六时，而时时尚有尘世磨人，眼看岸上十数本呆读新书，恨不能置笔旧书，一个字也不再写下去。但愿废更入梦，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呢，自然定会有某种层次的读者看了这篇文字，会说：三毛，以前你的一篇云在青山月在天狠狠放笔奔驰了一场，忽东忽西捉摸不定，好一场胡闹，现在怎么又来了？宝玉在《红楼梦》中最后一句话不是说：好了好了，不再胡闹了，完事了，仰面大笑而去。许多人不给我仰面大笑，也不舍我走，那么总得给人见见性情。明心不够，下面两个字才是更看重的。我还是一定要走。书香路稳宜贫道，此外不堪行。读者朋友们纷纷来信，都是讨故事。南美洲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旅程，老是藏着不肯写。不要你一下《红楼梦》，一下又出来了个和尚，一下又要走了，到底在说什么吗？我要说，人到了这个地步，哀不哀乐已经了然，可是自由的能力，却是一日壮大一日。偶尔放纵自己，安静痴恋读书，兴之所至，随波逐浪，这份兴趣并不至于危害社会。就算新年立个旧志向，也不会有人来给你打个甲乙丙丁戊，更没有人借关心的理由来劝告你人情圆通前程慎重。功名最要紧那样的废话，这一点真是太好了。但愿1983、84、85和往后的年年岁岁，风调雨顺，国泰平安，世界祥和，出版兴旺，个人在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岗位上，活出最最灿烂丰富的生命来。
这便是世纪的欢喜了。